气的，要电室内电话的，要 WiFi 什么？哦，没想到自己申请的话烦死人了，所以到时候给一张清单给你，打勾打勾，你要哪些我就把通通都白弄了。跟网红合作公宅开箱，台北市长柯文哲曾信誓旦旦保证，兴隆公宅除了价格优惠，还会提供全方位服务，让住户租用家具。不过现在却被痛批像骗子。有住户陈小姐爆料，市府能提供的只有免治马桶等几项家具，其他全要住户自己想办法，跟当初柯文哲承诺的差很大，痛批在画大饼。台北市长柯文哲原本打包票，公共住宅会有这个床跟沙发，家具是应有尽有，但实际进入公共住宅会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简单的几个家具。镜头直击公共住宅，可以发现只有琉璃台、简单橱柜，还有免治马桶跟衣柜，说好的 WiFi、电话、冷气，通通都没有，被质疑开拔蜡票。柯文哲有话说：没有啦，那个是这样的，有些有没有做到，有些还没做到。物业管理公司要一个一个找，比方说要家具的，要电器的，要不同的厂商，所以他们现在还没完整呢，所以差了几样。柯文哲说一定做得到，只是需要一点时间，就看11月正式入住后承诺能不能实现。三立新闻马家好张。张轩台北报道。